OK， 我们进去的这边，刚美食街，而且看一下哈，它是接驳的，这样拍前面就好了。它接驳的，然后直接可以接去林口长庚医院，你就跟着走就好了。这边好像美食街吧，林口长庚医院。在隔壁而已。这边好像美食街了，就是有接驳的。老婆走快点啊，我十二点的整，一楼的而已，还蛮多人的呢。哦，这边有很多吃的呢，那个站啊，然后这边等又有空桥接驳过去，很方便。第一次坐机场捷运，感觉不错，二十分钟到了哦。然后实际拍给大家看，从那边刚才11:28，其实有点来不及了啦。其实有点来不及，因为毕竟我还要等车，很麻烦啦。对啊，所以这个。机场捷运真的很方便，直达车它只有三个站而已，二十分钟就到了，票价70块，省去你坐在客运那边等来等去的那个，而且高速公路还会塞车，你要说看医生比较急比较赶，建议还这样子。OK， 走下去了，这边儿童大楼。剩下我都了解了，因为真的很方便啊。以前是那边停在那边的啦，饭堂的，饭堂也是很方便的。现在有机场捷运，而且连通那个美食，真的是很方便。我要去复健大楼 ，OK 啦，就下周分享到这边啦。OK， 喜欢影片欢迎订阅，拜拜，再见，拜拜，再见。